我连胜利机长都忘记了。啊，对了，连我忘记讲，鬼猛玉也有那个更改奥义。哦。四。三。二，好，一，我抽再来一个高手。准备叽叽。你比我高、哇，你不用抖哎！来不及叫另外一边啦、啊。啊，哎。我的苦跑去哪里了？不是苦，那个飞镖又跑了。我不能打熊，我这一把太狗了，科技。啊，不小心花到钱了。好痛啊、哦！好痛！不要吵好吗？啊！什么？我可以拆家了。
不要。对面也不算 OP， 我是我更高，我更高。哎，为什么他跑去那里？屁啦！我被撞掉啦！他还吃最后一下奥义。死了，我不能过墙了，谢谢。哎，我说真的，可以不要在我实况的时候吵吗？我知道你们很爱我，可是也不要吵，必须要为了我吵架。你到底在说谁啊？哦。人上一大堆人，一大堆人不知道在吵什么。哎，不是哦，好像只是同一个事情。可是刚才就是有人一直在吵。好吧。想说，我以为是我这边有。好吧，那这一场我就破例打一次墙好了，只是就又不想打。我的臂力太高了，我的臂力太高了。我按照两次干嘛？
说真的，回避真的太高。而且他们复活全都是复活在高点。回避太高了，我不得不去打墙了。所以谁叫你们要在这里讨论那种鸟事，又不是我的错。你们都在讨论那种事情欸，然后我又很讨厌打到木雕。你们逼得我不得已要去打墙的，好烧烧我的钱，最近快没钱吃饭。你是月光族吗？耶，赢了！什么赢啊？打撸啊！哇，好累啊！哇，我居然死了，被卡在一角。小东不知道是不是去补习，其实刚不在啊，他现在又回来了，真的是不知道他是。我哪知道，你一直问我，我又不是谁。真的看着看着觉得有点心烦欸。我居然被吃掉了。来，我复活时间太久了。
安安啊在吗啊为什么哦，是他。我换一张地图，他还没按确定。我居然被冰了！我被冰啊！你知道吗？那个冰时间有够久的，而且我一直带神来要干嘛？我要带神来干嘛？我觉得白夜没有用，可是走是为了以后的任务。然后那个是只是为了解除啊，各个都很重要。算了，管他的。还有谁？新手快点！还戳在我的地板撕掉了。这不是我也想听你，是因为你真的会让人等很久，然后想整个 key 俩狗，所以说对，不好意思啊。没记呀、啊，糟糕了！我将来也只是用掉，只是不想还，也不要为了这两个一直爱我的事而已。你看，笑死我也！我按到两次要干嘛？
哦，总算赢了，终于赢一场了，终于赢一个 tempo 了，终于赢一个 tempo 了，太难掌控了。然后这个居然拿邓新扣的腰刀，太强了。看到新手就想救，这是我的天性。然后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错了，我忘记买水。啊，算了，管他的。我要。其实我想杀你，只是没有。打枪靠你们啊。你知道吗？两个 boss 级武器手枪，那就是根本搞的事情。而且我们的枪已经快爆了，你知道吗？逼着你开佛，这样正好。哎，为什么复活在那鸟点？我真的复活在那个鸟点，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了。我来不及打墙，而且打墙都只靠他。两个 OP 级武器在手上。你看，哎，等一下，总之我手甲强化很高，哎，要去普攻，很痛，喝个水，想按战斗开始的时候，居然有一个人进来，我都忘记我几场胜利了。我都忘记我几场胜利了。好多。我要点到手酸了。